姐妹们，这期视频教大家不用离心本做手账啊！我今天带着调调的四季小喵来了，你们入的已经到手了吗？最近我还入了折耳妹妹、小锅贴，还有露比哦，全部都摆得整整齐齐啊！肉球的新品也到了，听大家说四季小喵的循环超长的，赶快打开来瞅瞅！哇哦，拿到实物比网图更惊喜啊！春夏秋冬几个色系都绝绝子，最爱这里的紫色系列了。再挑一个调调的方方本，就它吧，贴在离心本门上给大家看看图鉴哦。今天这个离心本上面的贴纸我们就不用了。有的宝贝说做手账是没有离心本的，其实我们胶带基本上都会自带离心纸，只要掌握好力度，直接在上面选取胶带也可以哦。除了没有在离心本上看的那么直观外，其他的都一样，再也不用担心会把离心本刻坏了。剩下的图案就在这个上面，是这样子的，我们给它卷起来方便下次使用，也很好收纳。没有离心本的宝贝们可以试试这样做哟，超简单的。